这是现在他的教室。这个屋。嗯嗯，这个屋是他的教室。哎呦哎呦，你看这全是用纸本做的哈。死狗有呢。死狗有。拧紧。拧紧呀，哦，哎呀，我们俩每天都泡澡哈、啊，泡完澡啊，你我闺女每次自己把这个水龙头这个拔下来哈、啊。今天人家。拧紧。啊，今天自己又从浴缸里边跑出来的，是不是？哎呀。哎，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呀、啊！这晚上睡觉，晚上得上楼睡觉，还得背着书包呢。你说，嗯，转一圈我看看，转转转，背着书包上楼上。好，走，出发，上楼上睡觉。李黑娜酱，起床啦！我们要去参加活动啦，好不好？嗯嗯，我们要出去玩玩喽，耶、yeah ！好。来，妈抱抱。哎呀，天天把这个书包拿来了，放在这里哈。来看看黑眼枪的书包，当当当当，在这里呢。黑眼枪的书包，天天上楼背着，下楼再背上去哈。哎呀，我的妈呀！嗯，我吃完哈，吃完了上幼儿园哈。今天要是参加幼儿园的活动啊，今天要看画展，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去参加幼儿园的活动，嗯，还带着我那个朋友他嫂子，嗯，参加完活动之后，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去溜达溜达哈，去一个就是专门卖奢侈品的地方吧哈。哎呀，也是因为我答应你，以前我那房东，我买房的那个房东啊，好脏，买房的那个房东以前他就说就是买个手表。哎呀，我说过，等我什么时间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卖奢侈品的地方给人家看看哈。哎呀，这不以前忙活了没有时间，这一次怎么地也得去看一看哈。嗯，都答应人家都说过了哈，做不到没办法，嗯，能做到的话尽量吧哈。周六有时间，嗯，正好带着那个我朋友他那个嫂子，他叫小齐啊，一起。你给大家看看你的衣服，转个圈圈，往后点，往后点，这里。好，转个圈圈，转转转，快点！嗯，不要不要！哎，不要，好好走去洗脸。哎呀，好，不展示哈，今天啊不展示了。好，洗脸，走，出发。非得带这个小猫的发卡呀！我先弄个小一点的，不行啊，非带着小猫的，在楼上放着，先上楼上去拿的。妈妈。嗯，里边还有妈妈呀。长大了，我的闺女。去年穿这个衣服的时候，感觉像个小孩子一样，今年就感觉是大孩子了啊！好，去坐车吧。阿雅森赛一个，嗯，阿雅森赛一个，阿尤娜森赛一个。那这个是，怎么闹闹啥嘛是什么？那一个，那啊啊，一派那好，我先放起来吧。等到幼儿园之后，妈妈再拿给你哈。好好好，我先放起来哈。你把阿姨都造萌了，阿姨都哎呀，你这美颜太美了，是不是？直接就这颜值提升了好几个档次。美颜强大啊！哎呀，我的妈，你看看，透露个哈，跟本人有点区别，有一点点区别哈，差一点点啊，但是我们也很美、啊。好，下来吧，我们到幼儿园了哈。今天天气真不错，抱着花吧，你拿着花是妈妈拿着花，妈妈拿着花，好走。你看，还得用妈妈抱着。每天小朋友都在这玩哈，那家长在这，咱来的有点早，好像啥，这是个紫藤花。我们这是幼儿园的收入大户。嗯，哎呀，真棒！我又输。哎呀，没事，好啊，还得上这个呀？哎呦，慢点，慢点哈，一定要把住，别抖了哈。哎呀，这都经常玩儿，哎呦，哎呀，这么棒哈、啊，经常玩都玩出来了哈、啊，哎呦哎呦，从这儿过，哎呦，哎呦，咱不管咋出来，只要能出来就行。嗯，好，走吧，继续找老师吧，好不好？好，走，森森你呀得，森森你呀得，嗯，那一个，多那个阿呀阿呀森森呢，阿呀森森，还到走，
아야선생도저네응그래가아유나선생너네아유나선생아유나선생아저거니오라스아유나선생응아선생도저응两个手拿着跟你到走啊就一个手拿嘛两个手啊一个你一下叫我谢谢的阿里嘎多嗯哎呀你往死你怎么阿里往死呢你看啊你看你看你贴了这要会画很多的功夫啊贴的你看你看看那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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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路上哎呀我们今天来的有点早哇这么多呢还有书呢啊这我们进去提炼写入呢哇这得会多少功夫啊哇高兴了我来信那里大家好你进去玩玩吧哎呦哎呦你看这全是用纸背做的哈是狗语呢是狗语哎对哎这个也是临时弄的哈正好哈就是小朋友画的画每个小朋友画的画啊我叫叫啊对小朋友小朋友看画又冲起来了又冲起来了啊好哎呦啊头颅都可以哎呦出来啦哦哦加油哎掉了我们下一步该是去捡球了去把球进去把球都捡出来阿里嘎多的你俩叫阿里嘎多哥大姨妈死不用不用老师姐姐做完了你做啊好坐你坐吧阿里嘎多呢坐好呀哎走两个手把住啊哎呀哎呦坐好了晃哟哦50分になりましたので好把住啊你看哈巴黑呀这大朋友捡的这是榛子哈巴树枝你看哎呀你这弄的小树枝你看这是小朋友做的哈你看还有这个那哎呀真漂亮哈大家嗨嗨亚丁嗨阿里嘎多嗨好走吧我们上天不去参观一下看完了我们再回去穿鞋好不好参观一下哈哎呀这画真会画哈真会画这画的向日葵嘛真会画这是用纸杯做的哇哎呦这是现在上的教室这个屋是他的教室哎呀就做这些东西哎就老师做这些东西也够费劲的了啊真有耐心啊这是食堂啊挺好的哈自己做饭吃啊幼儿园里没多少孩子哎呀挺多的呢人家也就是这是人家平时做这些东西啊怪不得我闺女回家就做 S 那真的是做的 S 啊这是做的什么这幼儿园学的这是用纸弄的用纸杯 S 这什么这葡萄啊这个呢一起糕这做的这是草莓
这个呢？知道。谁看呀？家里的那是不用的东西，放在这儿卖。哈。食材。嗯。图画画的哈。这还有马桶啊，500日元，是新的还是旧的呀？哎，小球球。嗯，还有这东西。哎呦！啊，好好的哈，别倒了啊！嗯，打住。哎呀！胆气挺大的。你干嘛经常在这玩干嘛一？在一个小房子呢。在一个小房子可以卖东西吧？天这小。敢不敢松开手？松开手自己抖抖不要紧。哎呀妈呀！啊，这挖啥呀？哎呀！倒是熟门，熟门熟路的。哎，我给拿，慢着点。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那要踢的呀！啊，好好好好好，走吧。人家都知道在哪放。啊，都知道在哪挖沙。嗯，沙，好去吧。哎呀，你别把鞋里边弄进沙子啊！哎呦哎呦，别往外边挖。好啦。好啦，哎呦。这是个飞机啊。好，坐开飞机啊。哎呦，飞机好开啊，好出发。你说出发，哎，还可以挂档吗？这还有档啊，这飞机。出发，你说出发，干净，你说出发啊。开哪？开中国吧，好不好？去不去中国？一起啊。一起开去中国。没有乘客是吧？这里能不能爬？去爬这个吧，这个能不能爬？爬，真的啊！你爬爬试试。现在怎么？哎，我这个好好，用手把住哈，把住啊，把住，好上。哎妈蛋！哎呀，不行啊！好，下来吧，姐姐，象征性的试一把就是12的意思。哎呀，妈蛋！笑死我！哎，你喜欢哪个就拿哪个，喜欢哪你拿吧。拿，喜欢哪个？好，把钱给阿姨。拿钱，哎，哎，行了吧？好了，走吧，走了，好，走了，比啦，走。回去好好写字啊！哎呀，非得买个东西呀，非得买个东西，买了个笔，30日元，买了个笔，はい、あります。はい、别拿出来了哈，我们要准备吃饭了。面条别撒了哈，好，你听阿姨的哈，别动啊。户外举行一些这样活动哈，吃个面条啊，吃个什么东西啊，吃吧，快吃啊。再尝尝这个，这个就是用那个什么红豆煮的，在家里的年糕里边也挺好吃，甜甜的。是不是？尝一下。就是他们忘了准备勺子了，说一会儿给勺子，也不知道。这像汤圆儿，像我们国家的汤圆。年糕一样的，是年糕。豆豆呢？你吃吧，撒。嗨，阿里嘎多！嗨，撒！嗨，阿里嘎多！阿里嘎多，尤达侬！阿里嘎多，哥德玛斯！好，往前走。阿姨。阿姨。坐，我们来啦！好，快去坐。宝贝，哎呀，你看你也领了一份，对不对？还领我们的不行。这你都能上去啊？哎呀，你慢着点哈，注意安全哈。空的哈。你把住哈，脚踩住了，手把住了。哎呦，真能过去吗？好，一定要手使劲把住啊！哎呦，哎呦，好，滑下来啊！哦呦，哎呀，阿达，哎呀，阿达，都有哈。